千万不要小心轻忽了 H7N9 哦。中央疫情中心昨天表示 ，H7N9 的潜伏期可能较原先预期的7天拉长到10天，而且呢，致死率高达20%，高过 SARS，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香港大学研究团队也有发现，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是由活鸡传染，因此呢，活禽市场就是病毒的源头。那台湾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也认为，活禽市场尝试新病毒传播的场所，应该永远走入历史，才能真正有效避免病毒的传播。